啊，虽然有很多烦恼习气，没有缘了，缘断掉了，啊，所以烦恼习气不会起作用，啊，没有缘，啊，这是个修行最理想的地方啊，啊，环境殊胜的，十方诸佛刹土里头都找不到。啊，阿弥陀佛能跟这个初学的学人建这么好的一个处所，所以感动十方诸佛赞叹。啊，佛佛道同，所以一切诸佛都把他的学生，啊，只要能信、能解、能行，通通送到极乐世界。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你们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他介绍你，啊，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边去了，你的成就很快。啊，不信，不信那再开别的法门。啊，所以佛门的宗派很多啊，法门无量。不能不了解，啊，不能不清楚。一微尘中入定定，一切尘中从定出。清凉大师在这里有一段注解，啊，我们把它念念。书为毛孔。毛孔是正报，啊，正报呢，那就是佛，就是众生。毛头，啊，这个汗毛的顶端，啊，这个空处，啊，毛头是空处。微尘呢是色相，啊，这个这两种比喻。多有气界，啊，气界就是我们的环境，气世界，啊，物质世界，嗯，病身在中啊，入定出定，未显三昧成熟啊，迎显自在故。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大师跟我们说出来了，正报依报，自己的身在其中，这个身不是肉身，为什么？肉身不能在一微尘里面，肉身不能在一毛孔里面，那这是什么身呢？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灵魂？灵魂的作用，比身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有许多同学在道场曾经见过众生附体，我们这个道场就发现过几次了，有一个人身上
有十几个众生菩提啊，还看到一个人身上有100多个众生菩提，很麻烦了啊！100多个众生的时候，住在一个人身体里面。啊，灵魂，佛法里面讲一生身，他还执着有个身相，那个身相也有色，色我们肉眼看不见，叫我们称它叫无表色，就好像我们做梦，啊，梦中你有没有看到身体，有没有看到色相？有，啊，可是。同在床铺上睡觉的人他看不到，有人能看到啊？什么人呢？有定功的人能看到，就是入定的人能看到，他能突破这个空间维次啊，看到你身上有很多种色啊。那么此地说的是不是这个呢？还不是这个，这个他并不入定啊。那些众生在人生身中的时候，他烦恼很多，所以这个被附体的人非常痛苦啊。这是菩萨了，化身大士啊，他们这个身上灵性。就是坛经上所说的何其自信，那个自信才是真正自己啊。禅宗里面常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真的是自己啊。这个真性灵性，它不但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跟物质是阿赖耶的见相两分。那么它这个真性是什么呢？我们学华严经学到此地，如果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能答得出来啊。真正的我啊，这个大乘叫承认了常乐我净了，叫四德了，有真我。我们现在凡夫的不知道真我，因为这是假我，这不是真的，这哪里是我啊？所以大乘教里的我的定义说得很清楚啊，至少你要懂两个意思。我有主宰的意思，有自在的意思。你想想你现在能不能做主宰，你能不能得自在这两个意思都没有啊，这身做不了主啊。身要能做得了主，我年年18都好呢，我就可以不要衰老啊。哎，可是他一天比一天老啊，你做不了主啊。你没有我，那自在就更不必谈了。我要真正自在的话，应该有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你做不到啊，你哪来的自在呢？啊，像经上讲的神通德用，实在话说全部是自己有的，这是自己的本能，就是自己的德行啊，不是没有，你迷了。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除掉，这个能力全显现。啊，所以从华严经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学习之来，我们就晓得了，真果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也不离精神，也不离物质。啊，那是什么呢？是不二法门，不思议解脱法门。啊，怎样才能见到呢？佛告诉我们，心行出灭，言语道断，你就见到了，你就能亲自证得了。啊，心行出灭是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你去见到了。起心动念不行啊，起心动念迷了，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了啊。所以佛对一切众生无比的尊敬啊，为什么呢？尊敬信德，众生信德，信德在迷。不是信德没了，信德永远不迷，是你这个假象迷了。这个诸位要记住，我们用这个凡圣迷雾释义做了三片这个彩色的片子，诸位都晓得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不是真的迷了我们自信呢？没有，自信没有迷。外面法相呢？法相也没有迷。啊，那么由此可知，妄想分别执着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错误的，它是虚妄的。但是你不肯放下了，它真起作用。它这个作用就是障碍你自信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障碍你自信的德行啊，相好，它起障碍了啊。实际上呢，是把你自信里面的功德扭曲了，改变了啊。譬如说你现在烦恼很多啊，烦恼是什么？烦恼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一迷之后啊，他把智慧变成烦恼。所以大经上说烦恼即菩提，这个话是真的。觉悟了，烦恼就变成菩提，就变成智慧。啊，烦恼没有了，智慧现前了。迷了之后啊，智慧没有了，烦恼现前了。它转变了。啊，你德能什么？德能就变成业障。啊，相好呢？相好就变成三途地狱。变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外面境界你看六道三途都是自己心变的，心性是变的啊，所以这样我们才真正肯定了
境随心转，那不是心随境转，境随心转啊。那么境界可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来说的时候，我们身体是第一个最接近的境界，心好相貌就好，心好体质就好，不就这个道理吗？啊，所以说转变，头一个是从你身体，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上转变。那如果连这个都转变不过来，你怎么能转外面境界呢？啊，转变里面第一个因素就是清净心，就是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讲即用。啊，清净即灭了，我是境界都转了，都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只要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心里头没有智慧，啊，没有爱心，啊，没有真诚，你就全部都坏了。这个坏的是，这是你自己把它变坏了，不是别人。啊，别人没有能力转变你的境界，而是自己。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这经上的比喻好，啊，比喻把发心呢比喻成大海，性海啊，啊，这是共同的，所有一切众生是共同的。那各个众生不一样的是，佛把它讲，大海里起了个水泡，啊，我现在起了个水泡，你也起了水泡，他也起了水泡，啊，这水泡很多，啊，都是大海生的，所以同一个发心。哎，但是怎么样呢？阿赖耶识不同，起个水泡就变成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里面的境界，就像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全息照片。啊，虽然是一个水泡，这个水泡里面是整个发这个。发现全体都在这里面，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啊，水泡跟这个发现是一不是二，无二无别。啊，里面信息完全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相交，就晓得楞严经上就是别业妄见，同分妄见，我们干的干成是我是这个境界，哎，你也变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好像是相同的，但是相同不是绝对相同，相似相同。啊，如果你很难体会这个意思，我眼睛见的色相，我眼睛闭起来就没有了，你的眼睛开的时候你有，你见到那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睁开眼睛所见到是我的，不是你的。啊，但是我们两个看起来好像有相同的地方，啊，这叫同分见妄。啊，为什么不是完全是相同的呢？我们在同样境界的感受不一样，这很明显的。啊，同样看月亮，有的人看得很欢喜，有的人看到很悲哀，情绪不相同啊。
那怎么会是一样的？一样应该是一样同一情绪，为什么情绪各个不相同？啊，这就是同分忘见，还是个人是个人的，啊，绝对没有两个相同的。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知道世间其他所有人没有过失。啊，为什么他跟我不相干？啊，我要对他什么？要是起心动念是我的过失，不是他的过失。问题永远不在外面，问题永远在自己，这是真理呀！啊，要解决问题，小问题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琐碎事情；大问题是了生死真菩提，全部在外头啊，在自己啊。啊，几个人晓得这个境界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的相续相的？几个人知道呢？啊，正如同在电影院看电影，几个人晓得荧光幕上这个影像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相？如果看电影想到这样，他就开悟了，他真的明白了。啊，我们眼前所有现界现象，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包括我们自己妄念，啊，我们的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我们的色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全部都是刹那生灭。真的是生灭同时啊，所以佛给我们说出真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这个境界什么人证得呢？证实呢？法身菩萨了。真是觉悟了，不迷了。迷这个境界，六道啊，设法界六道，设法界还是迷啊。不过他晓得这桩事情，接受佛陀教会晓得，没有真的啊，没有真的就是还起心动念啊，妄想没放下，但是。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对，他不再六道了。你只要有执着，你就出不了六道。啊，所以佛对六道众生的教诲啊，忠告我们呢，随缘度日啊，莫造心殃啊，这两句话说得好。随缘度日，这是老实。莫造心殃啊，是修行，是提升自己啊，是出离六道三途的牢笼。这话讲得真好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呢，要能提醒觉观，明白是重要。念念不迷啊，那你自然放下了。你不迷就不会执着了啊。放下，首先把执着放下啊，能跟人相处了。啊，没有执着就相处了吗？就好处了。有执着是，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彼此不可
不肯放下自己的成见，他就冲突就起来了。啊，但是你要晓得，那佛看的时候，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你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错误跟错误等于零啊。那为什么根本没有吗？你这个念是妄念吗？你身是妄身吗？外面境界是幻境吗？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好像我们在电视这个荧光幕里面，所有一切全是虚幻的啊！放映机上一关，所有现象全没有了，绝后空空无他前呐！啊，这个正道歌里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啊，有十法界，有六趣，你觉悟了没有了？啊，执着统统放下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那佛法的世间跟出世间就这样分的。啊，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有妄想，这叫世间法。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那叫世间没有了。世间没有了也无所谓出世入世了，这个都无所谓了。啊，是出世入世是相对的。啊，到那时候境界就没有了。啊，那个境界佛用个名词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隐现当然更自在了。啊，入定呢，入定就境界没有了。出定啊，出定境界就现行了。那么在那个地方他为什么还要出定呢？啊，这个我们知道，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我们称佛称菩萨都可以，菩萨是化身菩萨。啊，称佛呢，他们叫分正即佛，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不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是相似位，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无明没破，啊，就是妄想没断。妄想断了的时候，他就不在十法界了。啊，他在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那是真的，永恒不变了。啊，这个心现识变都没有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是法界叫什么？叫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隐的状态。叫大光明藏，一片光明啊，什么也没有，众生有感它就现象啊，感应的道理很深啊，感应的现象很复杂，所以经常讲啊，无量因缘呐，啊，佛教导教学的时候，把无量因缘，无量因缘不好讲，啊，把它归纳，归纳到最后，说了四大类，啊，叫四缘生法。
啊，那个事是四大类啊，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啊，这是无量因缘的归纳了，归纳的四大类啊。总不外乎感于业，啊，感应的清净缘，那就是同一个法性，这真叫清净。好像大海里面的水泡，清净缘是什么？同一个大海，啊，所以清净缘是没有问题啊。各个具足啊，啊，我们每个人都具足了十法界的清净缘啊，所以你学佛真能成佛，学菩萨真能成菩萨，你起贪心贪是魔鬼，成慧成慧是地狱啊，就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哪一个用得多啊，你就会到哪里去。为什么清净有阿赖也是全满，一个都不缺啊？你要知道佛是平等心，哎，清净平等觉，这决定是佛。菩萨是六度心啊，对于不识持戒忍辱看得很重啊，认真的修行啊，慈悲济世菩萨行啊，声闻十四谛，辟支佛事十二因缘啊，天道上平十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上平十善天道啊，中平十善人道，下平十善修罗道啊。为什么它叫下平十善呢？实际上它可能修的是上平十善，因为它有傲慢，它有嫉妒，这两个烦恼渗透进去，把它上品就变成下品了啊，所以嫉妒心重，嗔恚心重，不能容忍啊，他在佛法里面修行，将来多数都是到魔道去了，修罗罗刹，他到这里面修，福报很大啊，但是造业是越造越严重啊，福享尽了决定到地狱啊，这叫三世愿呢 啊你要细心观察，你都能看见隐现自在啊，现现大现小，大小不二啊，大变法界虚空界，小一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大世界没两样。前面我们学过，普贤菩萨能入微观世界啊，能入一微尘，一微尘里面跟这个大世界里头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减损，也没有丝毫增益，就是不多不少完全相同啊，隐显自在。那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隐形都不自在
把我们的自在，自在是解脱，变成业力了。我们今天受业力的控制，这个很苦恼啊，你一点自在都没有啊。你到六道里面去投胎受身受报，全是业力主宰你啊。所以人有命运，那个看相算命会给你算那么准，为什么呢？业力控制住的。如果到阴险自在，那就算不到了。三昧成熟啊，我们讲什么呢？定功深厚啊，啊，他有很深的定啊，啊，所以他自得自在啊。底下大师告诉我们：一通观鼻，出入定等，即于境无碍。啊，通是通达的意思，那也是无障碍的意思。啊，你观察啊，这些菩萨们出定入定，像前面举的这些例子，这个例子举的一点点的。他们从境界里都可以入定，从身可以起作用，从身起作用就是这个入定，从境界里面起作用啊，这是总数。那细说的时候，这里也举了例子，从自己身上入定啊，可以从别人身上出定，也可以从别人身上出定入定呢，从自己身上出定，从别人身上入定，从别人身上出定啊，从另外一个人出定，你看这个得大自在啊。这些事有啊，那么在过去书籍里面我们看到，如果细心观察呢，可能在现实环境里面你能够觉察到啊，真正体会的人他能觉察到。哎，不定听个什么人说一句话，哎，觉悟了。那这个话平常常常听啊，都不觉悟，突然在这个时候听了一句说，那可能就是菩萨在那里帮助我们，在他身上起定啊，来度我们了。我开悟的人说，感到在这一刹那当中啊，佛菩萨加持来帮助我啊。这是听人说话，或者听啊音乐弹琴的声音开悟了，或者看到是风吹树叶，看到山河大地有所谓的是细深即是广长舌，善色无非清净身。这是苏东坡游览庐山呢写的诗句
这也是什么？也是他的悟出啊，悟有小悟，有大悟啊，小悟大悟，利益都不大，彻悟才真解决问题啊。但是小悟大悟都有利益，所以即小悟就成大悟，即大悟就成大彻大悟。啊，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佛菩萨起的这个作用啊，帮助众生，众生这个感也是没有边际的，菩萨的这个应啊也是没有边际的。这里的最重要的还是一句这前面说过的老话，缘啊，善导大师讲呢，总在遇缘不同啊。佛经里面常讲呢，佛不度无缘之人啊，缘太重要了啊。那我们想到这个缘要怎样能把它提起，这个缘如何能跟佛菩萨相应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方法，不难做到啊！啊，哪个众生跟佛没有缘呢？啊，佛是什么？佛是法性。啊，一切众生的本体就是法性，他怎么会没有缘呢？所以说，清净缘是相同的。都是一发现变现出来的啊，心现识变呢，怎么会没缘呢？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讲缘呢，是讲所缘缘，哦，这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一生是不是我所缘的啊？我所缘的就是想成佛，我所缘的就是想见性。那现在我们修净土，我们知道这个见性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所缘的就是极乐世界，我所缘的就是阿弥陀佛。我一心一意就是想亲近阿弥陀佛，去见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想生极乐世界，这是你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唯一的方向，你的所缘缘跟佛就相应了啊！你得佛的加持，得佛的感应呢，会特别多啊。那么得到这些感应，你又要有智慧，你不能生欢喜心。哎呀，我常常跟佛讲，我很了不起了，别人都不如，那你完了，你立刻把自己毁掉了啊！你要常常想到，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楞严经上讲的，你啊，无论是在这个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啊，见到佛或者定中见佛梦中见佛，见如不见啊，绝不放在心上，更不放在口上，这是好事啊，这是正确的
啊，如果常常放在身上夸耀自己，你看看你的烦恼又起来了，你的妄想分别又起来了，啊，见到怎么样？见到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好境界啊！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变成魔境界。所以佛跟魔不在外头，外头无佛也无魔啊，佛跟魔就是你自心变现，你要是用清净心啊去应的时候啊，那佛来现象也是感了，感应是互相的啊，你用的是清净心，是好境界啊。如果你起分别执着的时候，那就是魔境界啊，是佛是魔不在外面，你自己心里怎么变啊？所以清净心没有一样不是佛啊。如果你真的是真诚清净平等，那可以说这个世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如果你还用分别执着，严重的执着，那问你，这个世间哪一法是佛法？没有一样是佛法。外面境界有没有变？没有变。啊，这岂不是欧耶大师所说的吗？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啊，在自己的心啊。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人事环境里面没有好丑，就是没有真妄，没有是非，没有善恶。啊，这叫无好丑啊！啊，好丑是你自己分别执着里变现出来的。没有分别执着，是好。啊，那是善，那是真。起了分别执着呢，全都是坏了啊，那全是虚妄的了啊，全是不善的了。这是佛法啊。那再问佛法在哪里啊？佛法在你自己，不在外面。你看《坛经》上有记载，有人问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的回答就是：“我不懂佛法。”这些话了，都是让他去体会。他如果真的是心地清净平等，一听这个话他就开悟了。他如果还是有执着的话，他还是凡夫。佛菩萨教化众生呢，方便有多门呐、啊，归元无二路啊，啊，归元是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的啊。可是我们今天学佛难，真难，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连人都没做好，怎么能学佛啊？所以这是讲到根本上来了。敬业三福啊，那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第一条，这现在修的第一条最重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
这四句话，十六个字。他的义理深广，跟法界虚空界相等。啊，这四句话字字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哪里会懂呢？啊，十六字会念，啊，甚至也会讲，意思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没做到。你要做，才真正懂得你这意思。啊，越做，你知道的越多。啊，戒心相应啊，戒帮助你行啊，行帮助你更深入的理解。啊，真正做到究竟圆满了，那是究竟的佛果。你真的无上菩提了。所以我们看佛像啊，画的佛像圆光上面通常都写三个字，嗡阿吽，那就是善业啊，那三个字是身口意啊，身三口四意三的圆满了啊。所以那么再要晓得中国佛教比较上特殊一点啊，把小乘放弃了，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那么儒浓缩起来就是弟子规，道就是感应篇。如果不从这上奠定基础，你十善业做不到啊。那么讲一切大乘都是阿赖耶里面种一点善根啊，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就烦恼习气为什么这么重，为什么断不了，它有原因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这些事情呢，自己要清楚啊，要明了，还是自悟自度啊。佛菩萨善知识只给我们做个增上缘啊，啊，除这个之外帮不上忙啊，啊，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要常常想到什么地狱苦啊，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土啊，功德很大。你要是能够常常想，常常看，常常想，你会生畏惧的心。你在这个地方不能去啊，这太恐怖了，会激发你的道心。啊，慢慢的会从这不是认真学佛了，会把你变成认真去学习了。啊，一般讲功夫不得力就是没有认真学修学。啊，佛法很喜欢。啊，但是决定做不到啊，习气还是那么重啊。哪一天像盈科一样啊，真正知道自己要堕地狱，要受那么苦，他那个心才启发出来啊，那是道心啊。道心一发出来，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能成就。
迎客的道心啊，是自己一个恐惧的心，这是主要原因。他的正上缘是他的同参道友送一本呢《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非常感动。每看一个人往生传呢，他都痛哭流涕，感动的啊，这才决心呢一交奉献啊，他成功了啊。那在我们最近，在这个地区。深圳黄忠昌居士的念佛往生这是现前给我们做现身说法啊，几个人看到了醒悟过来啊，他做实验看看念佛三年是不是真的往生、他念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满三年预知时至他走了啊，才三十几岁啊。我相信他有寿命不要好告诉我们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一个人念佛三年的时间是足够了，你说哪一个法门有这么容易，哪一个法门三年能成就啊，现身说法了。你真的了解事实真相，下定决心，这个黄忠昌那是大恩人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